再见。很开心，有没有感动？你不是有现场十号队友的应援声，你都有听到吗？谢谢你们的加油，然后让我更有动力去完成这场比赛。再次热烈的掌声！这个掌声除了要献给我们黄建平之外，真的是要献给现场所有的十号队友，因为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呢，大家都认真尽抢拿来加油应援。那其实呢，今天有讲到就是我们的第六局以及第八局两支关键的长打，然后也是帮助我们球队拿下胜利，因为第三分、第四分也是靠这个长打而来的。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在当下这两局的设定呢，或者是想法？就是也上没人的时候，就是想办法上门。脸上没有人的时候，想办法上门。因为前两局一点机会是。其实也是一种相信队友的感觉，只要你上垒，你就相信你的队友可以把你送回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刚刚麦克风说，对，掌声鼓励。真的，就是呢，棒球比赛就是队友之间呢合作无间，然后也彼此相信，只要我上垒了，我就相信你能让我回来把分数抢下。那当然了，因为最近队上都是伤兵比较多，你在这个时候呢适时的补上我们先发，那也拿下了很好的表现。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比赛，你有想要怎么面对，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呢？是因为伤兵很多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健康的完成一场比赛。是的，我们希望所有的球员都能够健健康康，重点是绝对不要受伤。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建平千万不要受伤，好不好？继续拿出好的表现，让大家看看，可以吗？你没有呢？好，当然了，今天是我们的耐份座，耐份座。也是我们的你那也会被赶的、这么好的日子，待会有这个烟火要送给我们的十号队友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来个看烟火。好，你今天很难得，今年第一次主场 MVP， 要不要跳个舞？